煎完鱼，炒完菜，哎呀，抽油烟机上还有灶台上，崩的都是油点子啊！我自从用了这个厨房湿巾呢啊，我们家那个脏抹布啊、臭抹布我都给它扔了，不再用了啊！给大家看看我这个柠檬精华的厨房湿巾，这个就是佳恩斯的厨房湿巾，不含酒精，没有荧光剂，这一大包啊，一大包是80张，是柠檬味儿的啊，特别好闻。厨房湿巾是加大加厚的，和我的小臂一边大，而且是强力的去污。你看这上面都是油啊，煎鱼崩的油点子，熏的油，脏不脏？灶台也是油渍麻糊的，一擦就干净。瓷砖上也崩的是油点子，给它淡一下。我们把厨房的卫生做干净以后，这块厨房湿巾咱就给它扔掉了啊，多干净啊！下次还用新的啊，不像我们那抹布，哎呀，洗来洗去的还容易滋生细菌，而且还费水呢，还得用什么洁洁灵啊，是吧？哎，那也是成本。我买湿巾的时候啊，原先看它是19.9三包，我舍不得买，我觉得有点贵。后来啊，哎，看它19.9五包了，哎呀，我一看，呵，这可便宜，我就买了五包。现在已经用完了三包了啊，现在就剩这2包了。最近我才发现，现在啊又给大家多了一包，也就是说19.9六大包了啊，这六包你一年都用不完。好了，我把它的购买链接呢哈，我就放在橱窗里，我也放在咱们的视频下方，方便大家购买。哎呀，咱们家庭妇女啊，解放自己的双手吧，这太方便了，用着。